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世界无鬼，那生活其实可以安静，有工作，也没有人再把我当作是垃圾一样来看待，这样就够了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从不喜欢装深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偶尔听到老歌时，我也来到你的家，突然又慌了神。像我这样懦弱的人，凡事都要留几分，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他说要跟我断绝关系的时候，有问过我，我根本用不着放弃我自己，因为我从来就一无所有。他想跟我去，又忘掉掉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尊严。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，自己有这么多的多少人，但是很幸福。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，会不会有人真的给我写我的人生是真的从垃圾堆走到了这里吗？